法教。
堆堆下来，人从斜坡上开始建造，堆得越高，这个土堆得越高，成斜坡式，人逐渐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高的这种夹骨架。当时在唐代的时候，这一段地区啊，风景非常优美。这地方有这个著名的泉水叫做曲江池，啊，是皇家的宫廷这个娱乐区，这一带的风光非常漂亮，所以他要把这个寺庙选择在这个地方。Thank you.
小白瓶子，哎，还有小白瓶子，当时的蒋介石啊，因为